3D 列印的技术越来越进步，不管是衣服、鞋子还是医疗用品，都可以用 3D 印表机制作。明基友达集团旗下的明基三丰宣布要正式跨入口腔医疗市场，他们推出了号称全台第一的 3D 植牙技术。像这样一排齿模，一般牙医需要耗时2天制作，现在有了 3D 列印技术，只需要不到1小时就能完成。今天我们不是在谈 3D 列印，而是在真正使用 3D 列印，而且是非常快速度的，非常精准的，可以跟高分子的这个结合的材料的结合。现在讲还太早了，那我想1年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成果。机器来回运转，由明基友达集团旗下的明基三丰跨入医疗领域。看准目前台湾市场还没有业者投入口腔医材，业者抓紧商机大秀最新技术。观察去年，光是靠明基三丰营收就有8亿多元。大抢 3D 列印材的还有笔电代工厂金人宝。那我们要一段时间去让它遍地开花。那我们现在是规划3年100万台，当然包括在台湾的市场。不管是身上穿的还是脚底踩的 3D 列印照样都能印出来。金人宝更喊出家庭应用要在3年内大爆发，甚至找来旗下威宝电信助阵，发挥全省门市通路优势，展示最新机器。 3D 市场潜力庞大，各业者无不抢进商机，就怕落后别人一步。